阿娇，阿娇，这已经是罗刹帝的尽头了。你的安魂峡和我的鹰眼都不会出错的。我们找了这么久，但是还是没有找到隐私阿音的残垣痕迹。阿音她真的不在了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阿音，阿音。 阿音离开大泽山，阿音就不会死。这是什么？ 这是我姑姑的坠子。你姑姑的坠子为什么会？姑姑重伤，怎么会来罗刹帝？